疗法概述。糖尿病足康复操可以很好的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，能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足的几率，促进下肢的血运循环，改善循环系统的机能，通过调理脏腑、疏通经脉、运动降糖来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。适用人群：糖尿病疾病。不适用人群：孕妇、腰椎术后患者。动作要领：第一是固气转筋。动作要领：拇指内扣掌心，其余四指握拳扣住拇指，置于两胁，双脚食指抓地，顺逆时针各20遍。第二式，横推移脏。动作要领：双手掌由外向内推腹部胰脏体表投影区，一推一拉，交替操作20遍。第三式，揉腹部。动作要领：以肚脐为中心揉腹，顺逆时针各20遍。第四式，按揉腰背。动作要领：后腰与肚脐相对处，往两侧两指宽的位置为肾腧穴，从此处穴开始向上按摩，至约四横指的位置停止。按摩手法为双手握拳，以食指掌指关节点按。第五式，推擦腰底。动作要领：双掌由皮梳自上而下推至八髎穴10遍。第六式，前后拍移。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膝稍屈，上身稍前弯，全身放松，右手掌拍打左上腹移前屈，再用左手掌拍打左后背移屈，交替进行，分别共拍8次。第七式，空掌拍肾。动作要领：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膝稍屈，全身放松，身体向前下弯，用双手空心手掌拍打后背两肾区，随节奏拍打，共16次。第八式，旋转双膝。动作要领：双膝微屈，向前弯腰，双手扶膝，从左向右方旋转8次，再反向旋转8次。第九式，通调脾肾。动作要领：揉脾经、血海、地基、三阴交，揉肾经、太溪穴，双手拇指沿胫骨内侧缘由阴陵泉推至太溪穴，共5遍。
第十式，随经拍落，动作要领：双手握拳，自上而下，后击小腿外侧，胃经循行部位五遍。练习强度，练习强度因人而异，循序渐进，一般从低强度运动开始，逐渐进入中等强度运动，运动时间应在饭后一小时开始进行，避免空腹运动，以免发生低血糖。注意事项：运动时随身携带糖块、饼干、巧克力等含糖高的食物，预防低血糖的发生。运动前监测血糖情况，过高或过低都暂时不要运动，为保证安全最好结伴运动，尤其参加较高强度运动时。